boys and girls. Okay, nice to see you again. Today, we will learn Unit 3. What would you like? 今天我们一起来继续学习第三单元的内容。What would you like? Okay, 首先呢，让我们看看 Let's Talk 的部分。那么今天我们要看到的故事是什么呢？好，我们一起来看看 Let's look at this picture.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这张图片当中呢，有一位主人公是 Sarah, 还有一位是张鹏，对不对？那么他们正在看学校的一个公告栏，那么这个公告栏上面啊，说写的是什么呀？ Today's menu, 今天的菜单， menu, 菜单。那么今天学校的食堂会要吃什么呢？同学们是不是跟他们一样的好奇呢？那么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Food, 让我们看一下今天吃到的食物有 beef noodles, 是牛肉面，对不对？哎，请同学们来看一看Beef noodles 是不是你也是你非常喜欢吃的东西呢？哎，非常的美味，对不对？那么 noodles 后面我们一定要加 s 而不是 noodle。 好，下一个是 fish。 好，还有我们的什么鱼。 OK, and sandwiches。 OK, 还有我们的三明治，还有 tomato。 OK, and soup, 还有一些汤，对不对？好， drink 要喝到的是什么呀？ milk, 有牛奶哦，牛奶。看来今天学校的菜谱啊，可是非常非常的棒。那么张鹏和 Sarah, 他们两个人正在谈论什么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Sarah 说的是 What's your favorite food? 你的最喜欢的食物是什么？ Favorite, 好，这个单词是最爱的，最喜欢的，过起来 Favorite, Favorite, very good. OK, food, 食物。Favorite food 是最喜欢的食物。那么这句话呢，我们可以用来询问他人你最喜欢的什么什么东西。那么我们 food 可以进行一个替换，比如说你最喜欢的动物是什么呢？应该说的是 What's your favorite animal? OK, 好，那么你最喜欢的颜色是什么呢？ What's your favorite color? 对不对？好，那么我们张鹏就说了，你看他最喜欢什么呀？ Noodles。 OK, 我喜欢什么呀？面条。那么在这里面又是一个省略句，省略的是什么呢？ My favorite food is noodles, 对不对？好， I love beef noodles, 尤其是喜欢什么呀？ beef noodles, beef 是牛肉。 OK, 一发 E 的音，过起来Beef noodles, OK, 最喜欢牛肉面。They are delicious, OK, 他们怎么样？ Noodles 是复数，所以我们这里一定要记住的是用到的复数，他们。They are delicious, 非常美味的，非常好吃的。OK, 过起来，美味的 ，delicious, delicious, very good. 好，那么我们张鹏就问 Sarah 了，那么你呢？What's your favorite food? What's your favorite food? 你最喜欢的吃的是什么呀？ Sarah, 她回答是 fish. Fish, 什么呢？鱼，对不对？那么在这里又是一个省略句，它只是一个名词，那么它省略的是什么呢？省略的是主语和谓语，请同学们将它还原一下吧。Very good, 大部分同学啊，他都能够还原出来。那么针对他的问句，他的回答啊，完整的回答就应该是 My favorite food is fish, 对不对？好， OK, 张鹏就继续问， OK, 他说的是什么呢？ Well, let's see, well, 在这里是一个连接词，那么怎么样？ Well, let's see, 让我们去看一看吧。We have beef noodles. 我们有什么呀？牛肉面 and fish sandwiches today. 他说今天我们会有什么呢？ We have, 今天有牛肉面、鱼，还有三明治。那么三明治 sandwiches 为什么这里是加 es 呢？同学们来仔细看看 ，sandwich 是三明治。那么它的复数形式为什么是加 es 而不是像我们平常一样直接加 s？好，那么桑尼在之后啊会给大家进行解释的。那么感兴趣的同学呢，在课后也可以自己翻阅查阅一下资料。OK, 好。OK, 那么我们 Sarah 就说了，哇，表达他
非常兴奋的内心，他说的是 great， 哇、wow, 太棒了 great， OK， 好，那么这就是张鹏和我们 Sarah 两位同学他们的对话。接下来我们看看我们今天的重点句型。第一句， What's your favorite food or drink？ 你最喜欢的食物， What's your favorite food or drink？ 或者是哎喝的东西，你最喜欢的是吃的或者是哎那些喝的是什么东西呢？那么我们在这里呀，看一下我们的回答应该是怎么样的。哎，针对我们的问句回答应该是 my 我的哎最爱的食物 my favorite food is blah blah， 或者是 my favorite drink is blah blah。 好，那么我们在刚才的对话当中呢，是不是很少出现这样一个完整的句子？基本上都是直接给你一个哎出现后面的宾语，哎，我前面的主语和谓语全部都没有，就出现后面单独的一个名词，对不对？好，那是一种非常简单缩略的形式。OK， 好，那么最后呢，我们还可以回答是他怎么样？他对这个食物进行一个形容，它是很好吃的，它是很辣的，它是很酸的。为什么我喜欢它 ？It 或者是 They are。OK， 跟我一起来读一次吧。What's your favorite food？ What's your favorite drink？My favorite food is, my favorite drink is, it's, they are. OK, very good.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即将要运用到的一些新的句型。好，接下来让我们一起看到 Let's Learn 的部分，一起来学习一下。哎，我们之前学习了那么多的食物的单词，今天我们来看看，哎，我们如何对这个食物来进行评价，它是什么样子的口味，它是好吃还是很辣。好，首先我们先来看看 Look at this picture, what's this?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树上面挂了非常非常多的什么呀 fruit, 对不对？水果。那么我们如何来形容水果很新鲜呢？好，我们一起来看看新鲜的 fresh, fresh, 哎哎哎 fresh,very good， 新鲜的。那么 fresh 这个单词呀，其实我们还可以把它放到另外一个单词当中去，它又变了一个意思。比如说 freshman， freshman 后面加什么呢？啊，人是什么意思啊？哎，新鲜的人吗？哎，不是啊。那么我们对于比如说新生，我们就可以说 freshman， 新生。 OK， 新生，哎，刚刚转过来的新生，我们都可以叫做 freshman。 Very good。 好，那么我们接下来把刚才的句型运用进来吧。 What's your favorite food？ 你最喜欢的食物是什么？ OK， fruit 啊，水果，它怎么样？ It's fresh， 它很新鲜。 OK， very good。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哦，我们的 Sarah 她的表情怎么样？哎，桌面放了一盘子红红的，是什么东西啊？一看应该是辣椒啊 ，pepper pepper。好，他用手一边扇着自己的嘴巴，说明这个 pepper 非常的哎辣。OK， 勾起来 ，hot hot， very good， hot， 哦哦哦 ，hot。OK， 那么 hot 我们之前常用到的是怎么样？哎，热，对不对？很热。那么同学们可想而知，如果你在吃一样东西的时候很辣，那么当然也会可以哎辣的让你非常的冒汗，对不对？就是也很热的感觉。好， hot， 辣的，辣的。 OK， What's your favorite food？ 同学们 you ask I answer。 OK， What's your ready go？ Pepper， It's very hot。 OK， pepper 是辣椒，扣关起来，哎哎哎 ，pepper， OK， very good， 非常的辣啊。OK， next one， 我们看一下我们 Sarah 她正在干嘛？哎，拿着纸巾，哎，正在擦自己的嘴巴，而且眼睛还是闭上的，说明啊，她吃完这一样东西非常的享受，说明这个 food， 哎 ，very delicious， 非常的美味，对不对？还在回味无穷，扣起来，美味的 ，delicious。Delicious, delicious, very good.
好，非常的美味。OK， 他正在吃什么呢？同学们可以想象一下啊。What's your favorite food? OK, I ask, you answer. 我来问，你来答。What's your favorite food?Okay, it's delicious. 非常的美味，对不对？ Very good. 好， next one. 我们再来看看。Wow, let's look. 我们的 Sarah 的表情怎么样？她的眼睛啊，已经变成了两个月牙状，说明啊，她吃的这个东西让她可非常的 happy, 非常的开心。同学们，你在吃什么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么开心呢？对于 Sarah 来说啊， this is, 应该是冰淇淋 ice cream, 对不对？那么我们冰淇淋吃起来是非常sweet, 非常甜的，因为上面有什么 ice cream, cream 是奶油啊， very sweet, 甜，跟起来 swe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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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ery good. 好，那么当你在这个后面小小的做一个变动，同学们，你觉得它是什么意思呢？加一个 s,Sweets, sweets 是什么意思啊？哎，说明它有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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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甜的东西，那么就应该是糖果，对不对？好，归起来 ，sweets, sweets, 糖果，糖果 ，very good. 好 ，OK, now you ask, I answer. 接下来你们来问，我来答。What's your ready? Go.Ice cream is very sweet. 哎，我们的冰淇淋，这个冰淇淋怎么样 ？Very sweet, 非常的甜。OK, now next one.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我们 Sarah 正在吃什么呀？哦，这一盘里面绿油油的，而且啊，它正在把一块绿的东西，哎，往嘴巴里面送，说明它正在吃的是 OK.沙拉，对不对？那么沙拉是怎么样的呢？对我们身体非常有益的，有健康的，归起来 healt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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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健康的。诶，我们沙拉里面一般都是什么来做呢？有水果或者是蔬菜，把它混在一起，再挤上一些沙拉酱。同学们在课后呀，自己可以试一试。It's very good for your body, 非常的对你的身体是有好处的。It's very healthy. Okay, now let's look. Okay, now I ask you answer. What's your favorite food? Okay, it's healthy. Very good. Okay, 好，今天啊，我们学习了以上这一些用来形容食物的一些形容词。那么同学们，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做这样一件事情 ,ask your friends about their favorite food and drink. 那么请同学们做一个小小的调查。那么调查什么呢？问你的朋友关于他们的他们的 favorite food, 最喜欢的食物以及 drink, 喝的饮料。好，那么接下来我们的 Zoom 啊 ,let's look, this is Zoom, 他就给大家举了一个例子。他说什么呢？好，我们先来看看，这里有一个表格，对不对？第一栏是什么 ？Name 是，是你的名字，名字。Favorite food 最喜欢的食物，以及 favorite drink 最喜欢的饮料。那么在这里给了你三栏，那么在这里给你首先一个例子 ，example Sarah， 我们以 Sarah 为例。那么 Sarah 她最喜欢的 ，OK， what's Sarah's favorite food, 他最喜欢的食物是哪一些呢？Sarah's favorite food is fish. 那么我们 Zoom 就说啦，他给 Sarah 做了一个调查，他说是 Sarah's favorite food is fish, 是什么呀？是鱼，对不对？所以我们就把fish 写在我们第一栏当中。What's Sarah's favorite drink? 那么他最喜欢的饮料是什么呢？我们先来看看 ，Her favorite drink is milk. 她最喜欢的饮料是milk 是牛奶。OK, milk. 所以在这一栏当中啊，我们就要把它填上去。OK, 那么接下来第二格和第三格啊，都请同学们可以根据你身边的friends, 你身边的朋友来进行一个一个的调查。那么
再比如，以 Sunny 为例，那么 Sunny 在这里填一栏，这是我的名字，对不对？Sunny。那么在这里就请同学们来 ，You ask, I answer， 你们来问，我来答吧。OK，What's your ready go？ What's your favorite food？ 对不对 ？OK，My favorite food is sandwich。Sandwich， 那么是什么呀？三明治，我就可以把它填在这一栏。OK， 那么接下来请同学们继续问呢 ，What's your ready go？你最喜欢的饮料是什么 ？OK， my favorite drink is milkshake. Milkshake. OK， milkshake 是什么呢 ？Milk 啊是牛奶 ，shake 是摇的意思。那么一边摇，把那牛奶一边摇，加一些东西进去，那么 milkshake， S H A K E， milkshake 是什么意思啊？奶昔的意思 ，OK， follow me， milkshake， very good。好，那么剩下的栏呢，就留给同学们，你们在课后进行完成。OK， 请你们运用到我们今天所学习到的一些单词或者句型都可以。好，最后我们一起来看看我们今天学习的一些什么内容吧。首先看到我们的句型 ，Number one， 第一句用来询问你最喜欢的食物。或者是饮料是什么？我们应该问的是 What's your favorite food? Or What's your favorite drink? Very good. 那么我们的回答应该是 My favorite food or drink is blah blah. OK, 我们接下来看到我们学校的单词 words. 那么我们在上一讲当中啊，我们学习的单词是食物的名称。那么这一单元我们学习到的是如何来描述和形容这些食物的一些形容词。Number one, fresh 是什么意思呢 ？Fresh 是新鲜的。OK, healthy 健康的。OK, 下一个是 delicious 是什么意思？美味的。Hot 是辣的。Next one, sweet。甜的。好，同学们啊，在这里我们看到我们学习的单词，可以在课后的时候呢跟同学做一个小游戏，你来表演，同学来猜你吃的是什么，或者是你想表达的你的情感是什么。 OK， 好，最后呢还是我们上一堂课当中的经典谚语。好，请同学们跟Sunny一起来读一遍。 Where there is a will, there is a way，有志者事竟成，希望同学们从现在开始就能够为自己立下一个非常坚定的一个志向，并且为之而努力。OK, today, that's all. OK, see you next time. 今天就到这啦，同学们下次再见。